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乐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乐，我又来更新视频了。今天我早上5点就起来了，给狗狗们做好吃的。给它做的这个鸡架，烀的鸡架，还有一锅没有做完，还在做。还有狗妈妈，这是前几天在狗肉车上救的狗妈妈。现在跟我关系多多少少有一点好了，被那个狗夹子给夹坏了，吓坏了。现在好的都好多了，当时的时候它都吓得都不敢睡觉，白天也不睡，晚上也不睡，就睁着眼睛。现在好了，现在好了是好了，它防备心也挺强的。好了，一会儿凉一凉就可以吃了。这些狗狗都已经迫不及待了，你看，都已经迫不及待了，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吃，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吃。等一会儿凉一凉哈，等凉一凉就可以吃了。这个狗狗是个小泰迪，它当时是个都快死了，然后那个大姐发现之后送到我这里，给它剪剪、洗洗澡、修修毛，经过一番治疗，残疾是永久性残疾了。现在身上长了一些肉了，当时的时候就是瘦得很的，就瘦得就剩一层皮了。好了，我们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我视频的话，帮我点点关注，分享评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拜拜。好了，小阿黄哈，我把你的孩子给你要回来了哈，给你要回来了哈，哎，要回来了，你不要不高兴了哈，给你了哈。哎呦，我还怕你咬我呢。一家团聚，一家团聚，对。这我把他的孩子给他送走了一只，然后他不高兴了，我就今天又给他要回来了，我刚才就给他要回来了，一家团聚了哈，一家团聚了，这下好了，哎呀，还没忘了吃奶，好了，哈喽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乐，我又来更新视频了。前段时间在狗肉车上解救了一窝小狗狗，其中有一只被领养了，领养之后这个狗妈妈就不高兴。不高兴，我连夜就去把这个狗狗宝宝要过来了。你看，现在正在吃奶的就是它，撅着腚正在吃着呢。哎，我是一边开理发店一边救助流浪狗。喜欢我视频的话，就帮我留言、分享、点赞、评论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好了，我们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